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ONG Channel。终于，我们又要去改 650R 了。那我们要今天要改什么呢？就是要改这个端子，端子上面装什么？端子镜。我本来有买这个德国的这个端子哦，哇，这个还蛮贵的哦。结果德国这个端子，它的那个就是这个洞啊，超大的。德国货只支援德国的端子镜欸，那德国端子镜要多少啊？一边要快4000块，这谁买下去啊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是小资改啊，小资改。朋友那个650啊，没有货到金，真的是太败类了，每次骑都觉得好恐怖哦。那我们就出发喽 ，Go！地下军直接屌虐你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单摇臂、啊，哈哈，单摇臂屌起来是不是？妈的，我也单摇臂啊！你哪里单摇臂？我把一个拔掉都单摇臂啊！妈的，那就要直接拆，直接用切的，人家650就单摇。那能不能骑就是个问题而已啊！你想办法骑回家，应该没办法。怎么样？开心吗？不开心。今天我爸今天干嘛？装端子啊，上去啦、啊。德国的端子哎，还不错啊，蛮漂亮的。没有端子镜。对啊，没有端子镜，很漂亮。今天工作就是来这边擦车。这个端子装不上去，老板说转开会撑爆，没办法、啊。然后买那个橡胶片垫着，然后再把它撑开就可以装了。好啦，我们下次再来，下次再来。就是照这边，不要照我脸。它原厂的端子板装在上面，然后你把它松掉之后，它里面会有一根减震棒。然后我们是先抽出来，它前面有一个好像铁片的东西抽出来，它破坏掉之后，里面就可以塞端子。可是我劝你还是把减震棒再塞回去，因为我现在把它减震棒很麻哦，这个手好麻哦，这个手。干六千转就超麻，所以你还是把减震棒塞回去，你就用一根比较长的螺丝，然后锁在上面，然后用布裹着，然后把它打进去一点，然后你就可以插端子，然后插端子就很简单，就是把那个膨胀螺丝转开，然后再把端子镜锁上去，然后右边记得要油门要有垫片，不然你油门会卡住。对，手机没电了。好啦，这次 CBR 就改到这边啦，大家觉得好不好看？下面可以留言。然后如果你还要想看 CBR 装什么东西的话，在下面留言，最好是流血管。好，然后不要再留言叫我买 NT09 了，不要听子恒的话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以后如果要找他装东西的话，这是他的 IG。没有错，这边。但是两个白痴装端子镜装两次的装成功。你付车行多少钱？工费？100块啊。帮一付100块，然后什么小都没有装到。对，付100块，然后装了一个端子，什么都没有。白痴。后照镜一样没有。